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，今天继续咱们一起学习 AWS 哦。今天呢是第四期、哦，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呢，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 YouTube 频道会员的朋友们，您的支持呢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好，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，什么内容？大家请看我的标题。 设置 Cloud Watch 监控我们的成本。 好不好是这样啊，因为 AWS 呢，它是按流量收费、氪金制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您使用了多少它的服务，您呢才会付多少的费用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就需要有一种机制，干什么来随时监控咱们使用服务的使用的量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随时监控咱们每个月的所花费的成本，对吧？咱们必须有这样一个机制，否则的话，咱们每个月可能咱们这个公司赚的钱可能是十万，但是咱们花的成本 是十五万，那就赤字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咱们必须有一种机制呢，能够随时随地随刻监控咱们所花费的费用，好不好？那么如何做呢？今天咱们就讲讲这个主题啊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，就一个，监控我的服务费用，按流量收费的服务，咱们必须要随时注意咱们的成本该怎么做。咱们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啊。 啊，首先，我觉得应该通过两个方面帮咱们随时关注成本。第一，是 AWS 给咱们提供的账单和成本管理的控制面板；第二呢，是利用 CloudWatch 来随时监控咱们每一分钟、每一秒钟所花费的费用。该怎么做？咱们马上开始啊！好，大家请看，我现在是在控制台。那么，我登录控制台，咱们来看一下啊。 好，咱们上期应该是已经申请了一个账号，今天呢，咱们就登录一下。呃，我还是选择跟用户。下期我给您用咱们超级管理员就不再用跟用户了，这期咱们还是用跟用户，因为有很多账单的东西啊，您必须采用跟用户才能够管理啊。 好，大家请看，进来之后咱们该怎么做？咱们点击画面右上角这个地方，然后有一个，大家请看，有一个叫做“我的账单控制面板”，对吧？咱们点击一下，点击之后进入到咱们现在所花费的费用，因为我是刚刚建的账号，所以说费用是零，这是肯定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咱们开始做，是这样、啊。 Amazon 给咱们这种新规用户啊，咱们新注册用户提供了好多的免费服务，有十有十二个月的免费期，咱们呢可以使用它的一些个有限资源，好不好？今后呢，在课程中呢，我会给您讲到。那么咱们看成本该怎么看呢？这个地方呢，咱们现在是啊、呃、没花钱对吧？零美元。然后这有一个成本浏览器。 这个地方呢，能够随时关注咱们的成本。我呢，今后会做课程给您讲解这每一项，比如说咱们每个月的预算是多少，然后每个月的该如何的进行节省，它节省计划又分多种，咱们该如何操作？我今后会给您讲到。今天看什么？今天呢，我给您看这个地方。大家请看，往下走，这个地，哎，稍等，咱们还回来。咱们在我的账单里面有一个叫做，大家请看，叫做账单首选项，咱们点击它一下。 这个非常的重要，干什么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。首先，咱们通过电子邮件接收咱们每个月，呃，是这样，咱们购买什么服务花多少钱，Amazon 呢都会给咱们生成一个请求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、这个、请求书是日语，应该怎么说呢？账单，对吧？那么咱们通过电子邮件呢，咱们去接收。 亚马逊给咱们发送的账单，如果您不接收的话呢，那您只能登录到控制台再看您每个月的花费，对吧？那么如果您把这个 check 上之后，以后呢每个月账单呢，它都会通过邮件的方式发送给您，然后呢您再登录到控制台再看具体的您的花费，好不好？OK。第二个，大家请看这个地方，呃，因为它给咱们提供很多免费的服务，但这些免费的服务呢，不是无定期的随便使用，不是的。比如说，呃，每个月使用多少小时，它都有一定的限制，比如说 S3。 它默认的是两千个 put，对吧？那么如果咱们使用的范围超过了它免费的范围之后，该怎么办？那还是是要花钱的。所以说，咱们这个地方应该 check 什么干什么？就是说，如果咱们即将超过阿玛，也哎 AWS 免费的配额的时候，会给咱们发一封警告邮件。这个地方呢，呃，我劝大家要设上啊。我我现在把我的邮箱地址交上。 好，这样的话，如果我现在用它的免免费配额，比如说用它的 EC Two，对吧？如果要超过它的这个配额了，那么它会给我发邮件告诉我，你注意了，如果再使用的话就要收费喽。OK，接下来这个账单提醒也非常的重要。一会儿呢，我会给大家设置，比如说，呃，您每个月的预算呢，可能仅仅想花二十美金。 或者今天想花三十美金，如果超过了我就停服务，对吧？那么他咱们在这地方可以设置一个预警，如果超过了您需要您的这个预算，公司预算，那么他会给您发一个呃报警的邮件，好不好？所以说这地方呢应该也要 check 上。OK，这三项是必须要选择的，我呢呃给您选择上，您呢按照我的步骤也把它选择上，然后咱们点击保存。 保存现在有点慢啊。OK，大家请看，已经保存。这样的话呢，每个月的账单您都会通过 email 收到，而且呢，免费套餐如果快到配额了，也会收到邮件。同时呢，您的账单如果超过您公司预算呢，也会收到邮件，非常好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设置一下，咱们每个月的预算是多少？咱们超过多少之后呢，就让 Amazon AWS 给咱们发邮件。在哪里设？在 CloudWatch。咱们现在进入 CloudWatch。 OK，好，进入到 CloudWatch 之后，咱们干什么？大家看，咱们点击左边这个警报下面的账单，咱们点击一下。点击完之后，咱们在这地方呢要设置一个账单预警，怎么设置？您看我的步骤啊。首先，咱们选择这个创建警报。 好，在这个地方咱们就会创建咱们账单预警了。是这样，以后每天您花多少钱，在这地方呢是有一个线图可以看到的，对吧？那么咱们就设置它，该怎么设置它请看，指标名称是咱们花的多少钱，然后呢，呃，咱们用什么钱？您这可以选美元啊，可以选英镑啊，可以选欧元啊，可以选日元都可以。我呢，默认选择是美元。然后呢，它监控最大值，就是说咱们花费的最大值是多少啊？ 咱们一般这可以选平均值，可以选呃最小值等等。我这地方选最大值，咱花费钱肯定是最大值了。但是咱们监控 CPU 的时候，可能要选 CPU 的平均值，对吧？OK，然后周期六个小时，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往下走，大家请看，这地方咱们要设置一个阀值，也就是说，大家请看，它给了咱们四个条件：大于、大于等于、小于、小于等于。那么咱们怎么设置？比如说，咱们设置如果每个月所花费的钱数大于等于。 二十美金的时候就要触发这个警报，好不好？咱们就设二十美金。下一步，好，接下来大请看，在下一步里面说，如果触发这个警报，该怎么做呢？ 呃，Amazon AWS 它以什么方式通知咱呢？这个地方呢，一个叫做 SNS 主题。这个今后呢，我也会给您讲，它是一个消息发布订阅的服务。目前呢，咱们在这地方新创建一个主题。这样的话，它如果触发，哎、呃，咱们超过预算之后呢，就会往这个主题发一个事件。那么这个主题发接受到这个事件之后，就干什么啊、呃？咱们就会往我下面填这个地方呢，呃，邮件地址给我发一封邮件。所以说，这地方我填地原地址啊。 呃，Deep Learning AWS，这个大家不要着急。SNS 是干什么的？我会给您讲到。大家请不要着急。SNS、SQS，他们都有什么区别？都会讲到，好不好？因为咱们刚刚开始用这个账号，所以说呢，还没有这个主题。所以大家请看，在这个地方，咱们点击这个创建主题按钮，咱们创建一个主题。Go，OK，、okay, 这样创建成功。但是 AWS。 官方他需要一个认证，你真的能往这个邮件发发送消息吗？所以说，咱们点击这个使用 SNS 控制台查看，点击过来之后，咱们刚刚创建的主题下面有一个做叫做“停”，下，叫做“等待确认”，也就是说，咱们需要在这个邮件中确认一下，确实这个主题这个邮件可以收到内容，好不好？怎么确认？呃，我呢在这地方给您开了一个，其实我的这个，哎。 我的这个 Gmail 这个账号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他，他你看他发过来一封邮件，点击之后就往我的这个 Deep Learn AWS 发了，对吧？然后咱们点击确认，这样的话，他他确认到咱们这个邮件地址可用，然后咱们回到 S S 服务，然后呢刷新一下页面。大家请看，下面写的是已确认，没有任何的问题吧？ OK，那就说明咱们这个邮件可用，好不好？咱们再回到咱们账单监控，这样就过了。然后咱们往下走，Auto Scaling 呢不用动，EC2 不用动，呃，System Manager 也不用动，咱们选直接选择下一步。然后呢，咱们给这个报警起个名称，比如说咱们就叫做呃我的账单，哎呀，我的账单，哎，怎么这敲不对了？我的账单警告是吧？然后呢，描述可以敲我的账单，这是随便敲了。 我做主行不行？OK，然后再点击下一步做最终的确认。目前还没有花任何的钱数，对吧？然后确认成功之后干什么？咱们下面选择创建警报。大家请看,看，这样的话呢，咱们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警报。那么今后如果咱们是每天使用的配额超过二十美金的话，它就会给咱们发送一封邮件。您说不是很方便吗？OK。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了。咱们呢通过设置 Cloud Watch 的方式呢，监控咱们每天 AWS 呢所花费的成本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咱们大家必须要做好不好？OK，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呢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，大家一起加油！